全國人大代表洪維民年初在灣仔一間餐廳舉行生日宴，有超過200人參與，包括多位高官、政客，涉嫌違反防疫規例。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更加因為這樣問責下台。事隔三個月，食環署四月初公布調查結果，向六個顧客發出一共七張定額罰款通知書，四張涉及冇用安心出行，三張違反口罩規定，並冇檢控有人違反限聚令。至於餐飲處所負責人涉嫌冇張貼顯示特定範圍 D 區的正確平面圖，同埋有關每小時換氣量的適當告示，食環署已經向餐飲處所發出傳票。餐廳星期五承認餐廳有告示未符合衛生署規定，被罰款6000元。